我们讲一个三点分钟。同样的，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开机第一界面，进入我们的编制设定攻坚坐标系分钟功能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分钟界面的左上角有一个四点分钟跟三点定心，我们今天使用的是一个一号三点定心。然后呢，我们切换到 MPG 模式然后把我们的主轴旋转起来，通过我们的手柄先找到其中一个面，然后按一个 P 设定，雷达抬起来，再找到其中另外一个面，按 P 二设定。再找另外一个面，按 P 三设定。然后再按 F4 计算中心坐标，计算完成之后，我们按一个 F5 辅助点坐标自动设定，按4，然后我们返回到我们这个弓箭坐标系的 G54 坐标点，它已经自动设定到我们的一个 G54P 坐标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主轴关闭，还有我们的 Zero 抬高。